这儿的衣服一直在哆嗦。赵刚老师，我能听一下两位老师的意见吗？这会儿没法给建议了，您都灭了半场了，您给。您听不懂的时候您就不想，万一我仗着这种听不懂骗您怎么办？我越听不懂越显得越专业。你们是找凶器的，我跟你们讲，老总雇我他一定会承担风险。每一个企业一生都在规避风险。假定我们十二人全是做金融的，全灭了。不做金融的也会灭。本周日21:21精彩呈现，本栏目由乐巴薯片独家冠名播出。